那个医院叫什么？浅田专科医院。浅田？嗯。怎么了？记得在黑糊涂地队的时候，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，也叫浅田。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。老许同志，嗯，你有浅田的照片吗？有。 浅田さんですか？はい。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？は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文渊，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同学很熟悉。我们一起在上海攻过事，经历过生死，也算是生死战友了。哦。问我什么呀？ 是想和他，你有没有对象？你有没有想过马云飞？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。哦，你管我！你管我！ 马云飞，好小子啊！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，总看着这封信啥的，什么情况？不告诉我。云飞同志，好久不见，不知你。 行啊，你个臭小子，啊！我再向你个信不信？羡慕吧。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，你算一个。什么时候结婚？我们都想好了，等抗战一胜利，我们就把婚事办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可以一定要来。好，一定去。走，走吧。报告，对。 大队长，段腾少佐来找您。快去！是。大哥，他来干什么？少佐，李队长，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，不要带武器，我要他们有事。啊？ 你不是肚子疼吗？哎，哦，疼死我了！太君，太君，有点胸闷。你怎么了？头疼。六号，六号，到你了，来。你怎么了？ 我肚子疼。
我去趟茅房，伙计桑。 二十号，到你了，来进来，请坐。大夫，哪里不舒服？肚子不舒服，一口解开。 我能带回来他吗？我先去趟厕所。快去快回。怎么了？不住了。走。下一位。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量？我哪知道？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。お前ら、中に入れ。 二楼怎么样？二楼有兵把守，根本进不去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去再说。好。报告，阿烈。 浅田閣下。お。 なんだ佐藤君か。
あなたの電話で急いで来ました。うん、お疲れ。警告のためです。連れてきたか。連れてきました。今回の試験品の状態は良好です。おう、何者なんだ。公共軍の奴らです。帝国の事業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ます。軍人？彼らが予防接種に耐えられることを願おう。やはり少しも進展なしですか。バイオ免疫は君たちが思っているほど簡単なものじゃないぞ。しかしすぐだ。我々はすでに最終段階に入っている。よかったです。うん、彼らに工事を引き渡そう。はい、一日も早く成功しますように。お疲れ。失礼します。重点在医院二楼，医院的二楼，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，想要把疫苗弄出来，基本不太可能。那怎么办？我向上级请示一下。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，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，啊，形成合围之势。报告，进来。什么事儿？团长，王文渊发来的电报。念，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，疫苗无法带出，请求团部予以指示，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，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。王文渊。如果不能带出，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，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。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。是。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。云飞，哎，准备好炸弹。嗯，明晚行动。好。对了，老许同志，嗯，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。嗯，好。后机舱，二楼就是个幌子。怎么说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
疫苗一定放在这儿，院长办公室。走。何者？ 我是中国人，我是红旗军。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，拿我们做实验。把嘴闭上。兄弟，搭把手，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。纳尼？ 忍者，忍者コージです。 殺人だ！早く誰か来て！云飞，炸弹！浅田是吧？ 大丈夫ですか？すぐに解きます。気をつけろ！爆弾があるぞ！ 全域を捜査しろ。あと城門に伝令、全域封鎖、何者も通すな。早く！早く！
同志们，撤！撤！小子，新一弹，絶対に新一弾だ。伝令しろ。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弾に攻撃しろ。はい。红哥，这坛酒还没喝完呢。困难时期啊，咱得省着点。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。云飞，满上。好。希望呢？别走了，留下吧，留在我这儿。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，你也帮我建立一支黑狐突击队，怎么样？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？当然了，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。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？好，那我就先不走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来，洪团长来的时候，上级已经指示我们，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，等待进一步的命令。您可千万别被文员给骗了。哦，嘿，你小子，你这是给我留手了是吧？哥，喝酒吧，来。团长，团长。城里传来消息，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，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，正在向我部逼近。什么？这么快啊？看来是来者不善呢。马上安排下去，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，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。另外，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。是。这次，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，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。好想法呀！可是这次的任务，我想让你去完成。我？这不好吧？我这刚来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都一样是打日本人，你别给我撂挑子啊！你在我这儿，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。好，我干。好兄弟，团长，坐吧。张营长，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，切断敌人的补给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请团长指示。而这次行动，我想安排王维渊同志来指挥。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渊，服从他的命令。是。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了，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，一定能取得胜利。教导营全力配合。好，不错。文渊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，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。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。敌人这么大的行动，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，必然会收缩，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。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，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，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，从而放弃封锁。
李爷，放手干吧。是。 新四軍の勢力が非常に強力です。我々が封じたのは主力部隊ではなかったかと。奴らの部隊は包囲網から抜けたと思われます。我々の補給線は敵に侵略されました。前線の拠点は非常に緊迫しています。少佐、撤退すべきです。このままではおそらく。 命令を出せ。20キロ後退しろ。小安村と宝家洞一帯に防衛線を張れ。はい。それから食料徴収しろ。睡眠は無理でも餓死させてやる。这次任务你们完成的很出色。山下的人已经传来消息，日本人已经撤退了20公里。 算是突破了封锁吧，但现在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困难，那就是粮食。我们剩下的不多了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团长，我想我们还是先筹集粮草吧。怎么筹呢？
我想带队人下山袭击日本的粮队，保证把粮食抢回来。这不能硬来，那样会把我们自己折进去。文远，你小子鬼主意多，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张营长说的对，咱们现在必须想办法筹粮。那可是，您听我说完。筹粮当然不能硬打硬冲，这样不仅筹不到粮食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境。所以咱们必须想一个好办法。你小子就别跟我卖关子了，说吧，你肯定是有主意。团长，我想跟您借个人。怎么样？住的还习惯吗？王长官，习惯。别长官长官的叫我，你要是愿意，就叫我王大哥吧。王大哥，这儿的兄弟们待我像一家人一样，比我以前那伪军大队强多了。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，王大哥，狗子的命都是您救的，我想加入新四军，跟您一起打小日本。不是跟着我打小日本，是跟着共产党。对，跟着共产党，但不知道您能同意吗？为什么不同意？我以前可是伪军啊。谁都犯过错误，知错就改就是好的。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，我们欢迎你。少佐、もうそろそろです。うまく敵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。さらに、封鎖線の周辺だけでは足りないはずだ。竹橋大佐の命令は、もしやるなら殺せだ。もうそんなにかからないだろう。敵は食料不足になる。だから、敵より先に奪うんだ。食料の徴収をすぐにやらせるんだ。はい。太君，太君，我求你了，别办了，别给我留点儿吧，太君，我求你。太君，我求了太君，太君，我求你，太君，我求了太君。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，从今往后，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，全部实行配给制。太君，你这是要我命啊！我的身家可赌在这点粮食。太君，别给我留点吧。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？我求了太君呐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罢了。胆敢阻拦，格杀勿论。全部乗せろ。隊長、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。乗れ。はい。为了粮食，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，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，这可不好办呐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老许同志，
我想问一下，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？哼，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，还很贪财，不过良心还是有的。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，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。怎么，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？对，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事在人为。老许同志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。哦，哦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大家坐下聊吧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您好，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，我是他表弟。表弟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啊，我从老家过来，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。之前呀，都是他老舅来找他。你等着，我进去问问看。报告，进来。大队长，外面有人找你，说是你表弟。我表弟？我哪来的表弟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他说啥了？他说他刚从老家来，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。会不会是？去，让他进来。是。不知道啊，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。跟我进去吧。好嘞。稀客，稀客。您就是李队长。正是，在下李泰，不知道先生您是？我姓王。王先生，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？他今天有事儿，来不了。善良，我想所有。